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小璐简肉。今天咱们收了几百台这个健德龙的智能腰部按摩仪，一箱的话里面是有30台，数量呢倒是不多，只有几百台。然后这个是可以连接手机的这个小程序，然后通过蓝牙连接，咱们手机就可以控制这个腰部的按摩仪。这个货呢还是非常板正、非常整齐的，而且这个也是箱中箱，直接咱们贴单就能走。工厂出来直接就是这种黄色的纸盒，然后这个黄色纸盒打开以后呢，里面还有这个彩色的这个包装，全部都是全新没有拆封的，都有这个塑封膜，给大家看一下。一看的话也是比较高档的，这个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给家里的老人是吧，送给朋友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一般咱们经常坐着是吧，玩手机也好，玩电脑也好，这个腰呢也是不得劲儿是吧，这个可以锻炼咱们腰腹部的这个肌肉，舒缓这个疲劳。咱们废话少说，拿到办公室，咱们连上手机，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收过来这个健德龙的智能腰部按摩仪怎么使用，好不好用。好，我现在拆箱了一台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这个东西呢还是比较简单的，一看就是比较容易操作是吧，家里面有老人的话也是非常好操作的，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这个是外包装盒是吧，锻炼腰腹部的这个肌肉，舒缓疲劳。然后后边是一些这个参数还有功能介绍，这个是支持红光照射，然后还有恒温热敷、脉冲的这个按摩，加上手机操控。咱们这个呢，这个按摩头它是不会动的，之前咱们也说过这个颈部按摩仪是吧，它都是通过这个脉冲然后刺激咱们这个肌肉，达到这个按摩的这个效果。里面是有合格证，还有这个充电线，包括一瓶这个芦荟凝胶，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说明书里面是有写啊。我是大概的翻了一下，咱们就重点说一下怎么连接手机，怎么操作是吧。然后这个就是按摩仪的主体，很薄，然后呢做工是非常非常好，拿在手里面很有分量。然后底下是开机键，还有充电接口是 Type-C 最新的 C 口，大家看一下这个绑带，做工细节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健德龙呢也是个大品牌大工厂来的，它是给飞利浦什么的代工的，所以说这个品质是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连接那个小程序呢也是永久可以使用，咱们实拍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不管做工还有这个品质，包括用的这个材质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咱们手机呢这个扫一扫，扫一下这个说明书背面，它有一个这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进入咱们这个小程序，然后打开咱们那个腰部的这个按摩仪就可以连接了，它也会有这个说明啊。然后咱们现在是搜索中，长按的话就可以打开这个腰部的按摩仪，它会自动的连接是吧，连这个连接速度很快，然后这个蓝色灯呢也会常亮，现在就是连接成功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APP 里面带的这些功能，首先最上边这个是倒计时，然后有电量显示，还有这个温度显示，就是咱们这个按摩仪这个温度，包括这个力度，可以调节这个力度。我这边呢也是查了一下官方资料，这个一共是有4个按摩区，然后6个按摩模式，16个这个档位。然后这个是支持热敷的，热敷的话也可以调节这个3个档位，高中低档是吧，它是可以发热。然后底下的话是倒计时的这个定时，这样的话按摩好了以后它会自动的停止。底下的话可以设置6种这个按摩模式，像什么推拿呀，还有揉捏，这个敲打是吧，咱们可以根据咱们自己私身情况是吧，设置6个这个按摩模式。然后底下是开始还有暂停这个按钮，就是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只要一部手机的话是吧，咱们家里面老人就是拿手机就可以控制，非常方便非常简单。然后说明书里面有这个产品特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介绍的非常详细，像这个热敷还有低频电脉冲，然后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速脂肪活动，包括底下这个是具有600到650纳米波长的这个红外照射功能，也可以促进这个腰部的血液循环。反正我试了一下是非常得劲儿，就是咱们经常坐到电脑上啊是吧，工作这个腰呢也是腰比较酸比较痛的话，戴上这个基本上有个十几分钟就是腰是非常得劲儿。我是亲自测试了，然后点开始的话这个红光就会照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这个健德龙这个品牌，这个确实是大品牌大工厂来的。
一般市面上同类的产品至少也要三位数，咱们呢是60多收过来的，我感觉还是非常合适。大家看一下咱们新收过来的这个健德龙的腰部按摩仪怎么样，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关注一下李小璐减肉，后期有更多更好玩更便宜的东西我会分享给大家。拜拜，我们下期见。